最近很多问这个平胸好不好玩了，今天吧就搁这进来尝尝，看这里面就和外面就什么不一样。哎，走。你看这一进门，他进了海鲜市场了啊！现在这海洋出去的不行，海鲜这个做卖房也是用心啊。那这就是网上很火的那个皮肉枪，听说这一枪一比三都是土味。再这样，再今天出来玩了，是白花花钱。我哎呀，都进来尝尝。哎，要回来，再上一枪。哎，这现在三十一杯了。啊，三十一杯。啊，那先来一杯吧。不是咱们平时玩的花线啊，一会儿六毒，一会儿不是别的。三十一杯，味儿不错，说实话，也是新鲜酒啊。反正就这吧，喝不饱，看看尝尝味儿就。小石区，你看。各个地方特色小吃都有，重庆的、武汉的、陕西的、手打的、饭弄下边菜的，用这烤鱼吃。啊，你看这么大的肉，鸡肉十块，羊肉二十，猪肉十五。你们家小，没有网上说这么下劲，怎么再说这么点肉一杯多？现在我一看了，走，上边上绕去。这干什么了？这是美女。哎，今天还冰凌呢，咱们不搞得了呢。啊，冰凌。哦，哎，烤鱼是吧？走，再谈谈意思。给你们这不花钱的，用他们花，花钱花盆了。哎，你好。问一下，我看这对你跟我有酒的这东西怎么送？然后我们这边是海信快闪店，成为海信会员就会送啤酒或者冰激凌，带花旗打卡送小风扇或者花束。哦，送这么些？对呀。啊，那不要命了。海信电视啊，全季分区花之奖，海信空调，速龙不能带。哎，按下就是这个，这个是海信柔松冰箱，容量大。哎，我近视待不待会儿？看俺这个牌子怎么样？嗯，啊，可以可以，这都是好的，我的专业摄像团队拍的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送给大家领个酒是吧？嗯，没问题，好，谢谢。看见没有，这趟没白来，再吃再喝再拿了。我到时候也冰箱也挺好的啊，啊，咱们这个会员了嘛，啊，现在也合适啊，是吧？啊，你注册了，你买吧，明天有用。你看这边。这是各个牌子的这个啤酒大控，到了晚上里面，咱唱歌的跳舞的。这边这个大舞台，晚上咱也有节目，咱都挺有节目。这边呢，晚上八点钟还有烟花秀，哎，够呛了吧？以后搁这看烟花，那还挺浪漫。行，那走吧。哎，爸爸，咱也等等呗，咱也看看烟花。再等一夜，再等一夜，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。Okay.